圆刀分析哈，十组圆刀。切断非常干脆啊，这个分析也是非常非常直接。后面材料没有了哈，我们停下来，来比一下看一下。切断的这个边缘，不对。切断这个边缘和分切的边啊，都非常非常平了。你姐姐看一下，切得非常非常平。这个刀分切这个距离啊，可以任意调整。这个螺丝啊，这个有螺丝吗呢？螺丝松掉，可以随便调整。这个圆刀的快慢啊，圆刀转的快慢，可以调。底下有光电感应啊，通过这个感应器自动放料啊，材料一卷挂在这里。切得很漂亮啊，整整齐齐的。